你可能不能跟安秀妍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白天你还说你要支持我的，你现在又跟我说不能跟安秀妍在一起。因为安秀妍是齐兵的老婆。你说什么？进来吧，姐来了。那是我的强项。 如果我让你合成几张安秀妍跟别的男人上床的照片，你能办得到吗？只要价钱合理就没问题。小燕，嗯，给他钱。好，走吧，跟我拿钱去。啊。安秀妍，你一个小麻雀，还想变凤凰？ 哥，哎，松林，这么晚还在啊？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手机忘车上了，什么事？你下午是不是跟安秀妍在一起？你也知道了。说真的，如果跟她再结婚的话，你不会反对是吧？啊？哎，英姐，这么晚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不是公司出事了吧？ 你们两个怎么这种表情？出什么事了？我问你们话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究竟什么事啊？啊！宋平，你可能不能跟安秀妍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白天你还说你要支持我的，你现在又跟我说不能跟安秀妍在一起？因为安秀妍。 是齐兵的老婆。你说什么？不但是这样，豆豆还是齐兵的儿子。齐兵的儿子？是吧？不可能。 一定不可能！哎，松平，松平。
都几点了？我吃过了。我也吃过了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有点事儿。 李志，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说话吞吞吐吐的。是这样的，我有点事要问你。就这样吧，周助理，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周静。哎，周助理啊，我是刘总啊。刘总您好。哎，你们公司的安秀妍，她怎么会在网上有段绯闻？还有照片呢。是吗？我先了解一下情况。 想问我对那件事情的态度，对吗？哦，我不，浩然，我不想问你这件事情，我是想问关于秀妍。李总，对不起，有一个紧急情况要向你汇报。什么事？李总，我们不得不解约了，你要退还我们的一切费用。为什么呀？ 网上的照片啊，影响力太大了。一个做过三陪的女人，怎么能做我们产品的代言呢？安女士，你让我们产品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失。这是栽赃，这是诬陷，你们怎么可能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呢？网上的照片都传播开了，你们叫我们怎么做呀？网上的东西能信吗？哎，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对不起良心的事儿？ 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对不起你的事情吗？好了，到此为止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们解约。欺人太甚嘛！刘总，既然你想解约，咱们就解约吧。但是我现在没钱还你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告我也好，吃了我也好，随便你。 秀妍，李总，你怎么能跟这种人签约呢？周静，你去看看秀妍。梅芝，秀妍这件事真的是没有做过，她是被诬陷的，你一定要帮她。这件事情现在很麻烦，这样好。 让秀妍停止一切活动，等待结果。李美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相信我们？你说话注意点。不是，已经到这份田地了，你要我注意什么？你不要再闹了，赶快回去吧。我行，我可以回去。你是公司老板，我们是你的艺人，你现在不相信我们，这算什么？莫名其妙。 李总，秀妍她……好了，我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怀疑有人在照片上做了手脚，你马上去查。到现在你还不肯跟我说一句道歉的话吗？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你的意思是我做错了吗？你怎么不听我解释呢？你再解释也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。 秦松平，在你眼里，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松平，出事了！网上现在流传说秀妍以前当过三陪女，还有裸照为证，这一切都是方子毅做的，怎么回事啊？
秦总，对不起，我劝过子怡姐的，可她根本不听我的。她说要整垮那个安秀妍，她现在就像疯了一样。秦总，我好害怕。美乐公司已经报警了，警方看了照片以后认定照片是假的，分明是蓄意陷害。给我准备车。好，走。美芝，对，我知道，我刚刚知道的。你准备怎么做？他是你旗下的艺人，我听你的。你想怎么办就决定了，我无所谓。那他会有很大的麻烦。所有事都是他自找的，是他咎由自取。但会影响你的公司。你不用担心我。好，那好吧。起诉他。稀客，进来吧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方子怡，从明天开始你不再是我公司旗下的艺人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会马上和你解除合约。你在威胁我呀？你无端端解约是要赔偿我的损失的。对于你这种品德恶劣的人来说，就算你不想解约，我的公司也永远不会再用你。我怎么品德恶劣了？你把话说清楚啊。你为了报复别人竟然栽赃陷害，这算不算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陷害安秀妍啊？我说是安秀妍了吗？你嗯，现在网上吵得最火的就是这事儿了，所以我这么说了。你想要证人是吗？进来吧。